是没开，我里面这个段子没开，要拐开，转到怎么开机？这样子关的，这样子，一定要标准，一看就不会开的，然后一直转就越来越大，你转到四周的那种，每转就是大，打开就大了，那你是怎么知道？我肯定太厉害了。就平常心啊，就是把平常练习的东西拿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解决，不要因为第一次登板，然后很急着跟大哲做什么对决，这样可能就是太刻意想出力了吧，然后动作就跑掉，前面坏球都走在前面，然后也有保送。
然后就想说，给他们打不好觉了，不要再去要求自己解决这样。说到紧张也不会，就是就跟之前比赛也差不多，只是成绩不同而已，比较有竞争力吧，会让我反而变成一个动力，想要让自己越来越好，然后让自己进步更快这样。